们的秒商就是11.6亿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准备喽，准备喽，准备喽，11.6、11.7，四分钟，这一下下去，终于要来了，我们终于要改五鼠了吗？先来看看装备制造。宠物商店有打折，不用啦，现在等19号就好了。宠物商店要打折也才打折一次，19号的话每月一次，它就是打折了，对吧？它就是打折，它就是打折。来啦，各位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！我们终于囤到了300个铁了，再加上8100个 MVP 币，这个8100个的话呢，是来到了200多万。这个的话，这个是换的啦，所以可是也不管，我们就直接算。哎，300个铁的话是100万、百万，干，这有千万哦！哇靠，真的是白嫖1000万水晶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哎，真的白嫖1000万水晶哎，活生生有啊，有做一些些，就做一些些而已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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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终于到了这一天了。然后下一波的话呢，因为改五不可能做了嘛。对啊，因为铁五那个就再说，除非那个有在一路同行有在更高啦。然后之后的话，我应该会搞那个导向短攻，对，搞搞看看一下无属性有没有办法更凶，尤其是他这个增伤的部分，感觉就很凶。他这个趴数超高嘞，高到一个爆炸，可是感觉是贵到一个烂掉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上咯。刚刚秒伤也测过嘛，我就什么都不动，我们直接改，这等于是1200多万嘞。天哪！要死！然后我们的随机清空是从25%到30%，我总觉得会有点后悔，怎么办？可是我觉得说，如果不走这一段走导向的话，会有点痛苦。都走到这里了，哎，薛若早安，好了，那我就自己按喽。点一下要，哎，白川也变多1200，有哎，有多一些。我看一下白川趴数会多少。白川的趴数现在是 507.57 嘛 ,46607,507, 好，直接点了，这点了就回不去了。好 ,3, 可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3000多万，不用了，钱已经爆掉了。改一打天波，改二直接跳到900万，跳神金武改一改二是哪种材料？一样，应该都是铁，应该都是铁。对啊，其实硬要讲的话啦，真的不应该这样子，拿去换那个附魔应该会比较香，但是就是想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想拍，而且跳绳改比较爽，那个能力哦，干好啦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上啦，改四，哇，1200万欸，好啦，那我们的欸没变欸，欸只有物理攻击有他而已啊。白川没有了，是物理攻击啦。我刚刚嗨过头了，物理攻击，物理攻击。好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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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流浪，我们就一样哦，都不变哦。不知道这个改多久了，真的。开，还好我是五鼠改三就好。我觉得那个属性也很奇怪，欸，真的，就你不觉得吗？就怪怪的，怎么会五娘是五鼠？反正我觉得可以看，但是就是先看看就好，先看看就好，先不要为了那个去改变自己的那个，改变自己的形态。欸，我该不会这个改上去秒伤没变吧？这秒伤没变我会哭哦。我等一下，如果等一下我成型之后，我会把其中一个最低的伤害拿掉，冲锋法之类的。哇，五娘玩五鼠，好啦，可是硬要讲的话，我的分身也是五鼠啊。可是就觉得五娘如果真的要的话，是不是不是走火就是走水嘛？对吧，啊？就还是这样子，不然的话那个属性剑的10%吃不到很痛哎，欸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我要把一招拿掉。哎，欸，这个多重不是这个。欸，完全没有明显的增加，欸，哎，欸，哎，欸，有到十二，有到十二，我都不动哦，我也不手动哦，我也就都不手动，我也就不手动哦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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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有啦，有啦，十二亿，十二亿，从11.7亿，哎，欸，还在加，还在加，我们再打久一点，我们再打久一点，
有有有，我等一下把那个剑雨拿掉，我等一下把剑雨拿掉，冲锋剑我等一下慢慢拿，我把这两个拿掉，我个别拿掉，个别撤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秒伤有没有，就在往上飙，对对，再往上飙，再往上飙，对你只要对只要刷到无限射击就上去，只要刷到无限射击就上去。哎，同学，哎，乌龟，早安啊，两位，早安，早安，用到无限射击，对，可是没刷到的话就尴尬，对，没有刷到就尴尬。我现在开这边，看他有没有机会刷到这样子哦。十二亿，好吧，有多一些啊，大概多百分，算十亿好了，我至少多5%，3%到5%之间呐、啊，3%到5%，花了1000万。短弓影装有20%吗？没有。短弓的影装没有20%，对，很奇怪，对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三分钟12.4亿，有加有加，哎，没错，有增幅有增幅。好，那接着我要做的事情是，我先把剑雨拿掉，我先把剑雨拿掉，然后我们重新再刷一波，看一下。好，重新哦。哎，有13亿耶，有13亿耶！我等一下再把冲锋剑拿掉，我等一下把冲锋剑也拿掉。现在瞄准，瞄准不能。其实瞄准，我觉得我可以把瞄准拿掉，哎，对吧、啊？好了，哇、哦，14呢，有机会到14呢，反而瞄准在这里好像已经没有用了呢。瞄准还会浪费我的时间呢、欸，对啊，好，1.5分，14，好，来，我再换一个、喔，啊，让他继续打才对，我把那个，我放专注就好了，我甚至连冲锋剑都不要了，对，我甚至连冲锋剑都不要，我甚至连冲锋剑不要了。来哦，我没有放箭雨，也没有冲锋。那硬要讲的话，我的这个就完全没有用了。好，等一下看一下秒伤有没有上去，有上去再说。我觉得应该没有啦，那冲锋箭给的增伤应该也蛮高的。哎，好，不行，我觉得应该不用撤，我把它换回来，我把它换回来，然后我把瞄准拿掉，然后重新再撤，看有没有机会再往上一点点。12亿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可以调一下、欸，10亿的男人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我11月20几号的时候上了10亿的片，12.6亿，等一下哦，换一下哦，啊，对哦，我那时候测过了嘛，他还是会往前走，就是变成要手动去放，手动放爆散，那现在的话完全自动，他就会贴在怪物身上放。哎、欸，难道说这是最后一里路吗？我要干嘛？好，买陷阱。你就知道我完全没有买过，除了那几次为了拍片有买以外。好，试试看哦。该不会真的有机会吧？为什么清泉要贴着？清泉干嘛贴？你开抖那条标题说打，要这么残忍吗？我想想哦，转职要3万块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写那个抖那条三，我再把那些这些函扣都加进去，改四的扣打这个也改不掉嘛，对不对？改四的扣打也加进去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加要改的，然后这些浪费的这个也要加进去。哎、欸，当抖那条满多少之后，我就转职业，转职30亿。等一下，来，这招拿掉，不用。好啊，我忘记放冲锋，等一下。我还没有放冲锋箭呢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可能有鬼哦，可能有鬼哦，难道说，哎，有呢，有呢，有在高呢，13亿啊，可是刚刚14亿，可是那个14亿我觉得不稳，这个还蛮稳的呢，这个还蛮稳的呢，还蛮稳的呢，等一下哦。对啊，还蛮稳的呢，还蛮稳的呢。陷阱换掉冷却吃火鼠就好。对，我在想，很像不需要齁，
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对对对，这个药而已，这个药而已。对对对，因为冷却膏它伤害那么低，没必要。只要会放就好了，它只要会放就好了。差不多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全服神犬不可能啦，我这个去干嘛？短工欸，妈，垃圾跟什么一样？你不要看它这么快乐表，好不好？那没有任何一个技能可以在 PVP 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任何一个技能，没有没有 T 零，等下 T 100。我们都是下水道的。